我弄到自己要歪掉了，就是那个家伙。他名字叫郝志杰，旁边那个女的，她叫雪莉。她妈妈今天来学校，说她昨天离家出走了。她妈妈跟你说啊，我抽烟被抓去监校长，在校长室外听见一声凶巴巴的喊：“你们是怎么教书的？我女儿竟然你们学校，什么都没学到，就学会离家出走。”把她妈妈这样话了，连校长都敢骂。哇，妈妈那么好，女儿一定更好啦。好了，郝志杰的书包里，哎，你单单是套的。OK， 我帮你报仇，顺便让他女朋友领教一下，看谁比较厉害。 快点走啊！